提到全团都很会跳舞的组合，大家会想到哪个偶像团体 ？K-pop 粉丝们纷纷提名 Stray Kids、The Boys、NCT Dream、Seventeen、Tomorrow by Together、Very Very 和 In Heaven 等男团。女团则有人盘点 GFRIEND、New Jeans、The Seventeen、NMIX 以及 XG， 让网友们表示四代女团平均实力都很不错。过往的偶像团体似乎每个成员都会有明确的定位，尤其是主舞主唱的分工，通常会明显区别。但新生代的团体都是全能偶像，比方 NMIX、SOYUN 美貌、歌唱实力和舞蹈都很出色，而男团成员的舞蹈几乎都很强，没有哪个成员是短板，在舞台表现上也更加的华丽多变了呢。